接驳巴士停靠于二号出口，请您依相关人员指示前往搭车，谢谢。由本站开往高铁左营站的接驳巴士停靠于二号出口，请您依相关人员指示前往搭车，谢谢。各位旅客，非常抱歉，由于台南左营电力异常，由本站开往高铁左营站的接驳巴士停靠于二号出口，请您依相关人员指示前往搭车，谢谢。